车上面好像行李箱刚啷刚啷刚啷响，不能是下来了吧？我得进来，车胎怎么爆的？刚才堵车的时候还没事，开出来，咱们开出来有五分钟，也就五分钟十分钟，那车胎怎么爆的都不知道，就听着嘎啷嘎啷，就听车动就是不对劲儿，怎么弄都是不对劲儿啊！我冷静冷静，没法换备胎，换完备胎之后往前面开，咱们这回得找事了，去得买车胎了，得买个车胎。出奇迹啊，妹子加油啊！加油，妹子！整不动。
终于上车了，看大风给我吹的，简直了，可算整完了。哎呀，都不知道这个车胎怎么爆的，我原来看人家别的车车胎爆了，那就车得不稳晃荡啥的，我这车一点感觉都没有，就是开始听着声音不对劲，嘎啷嘎啷嘎啷响，本来以为是天是车顶行李箱那个有出问题了，结果没想到是那个啥出问题了，是车带那个什么，是车带爆了，都不知道是怎么爆的，赶紧的找地方去修车吧，走了走了。由于车胎爆了，然后我们改道了，来到了离我们爆车胎爆的最近的一个县城，齐齐哈尔市的甘南县。然后今天晚上就不在车上住了，我们开的那个宾馆，在宾馆里面住。我现在已经筋疲力尽了，换完胎之后真的是一点劲都没有了，手上都起茧子了。我准备好好的休息一下，然后明天再去找地方换胎，找地方买车胎换胎。得亏我在家里把十八般武艺都学了一遍，如果说我没在家没学换胎，我跟你讲今天可能真就撂道上了。哎，累死了，不行了，我要先休息了。